好奇生日没安排 K 歌宣泄。今天我们节目开始还是先进行第一回合的猜谜游戏。为了英文腔，肆无忌惮的把一千金儿撒。啊，他又怎么了？果然，他昨天过33岁生日，来给他祝贺一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阿丽莎。哎，不对啊，银行嘞。去年吴建豪明明就说爱他就是要宠得像天天过生日，希望回忆只有爱跟欢笑。先 check 一下夫妻俩最近的时间轴。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哈。爱一个人是要缘分，所以阿瑞莎只好 K 歌宣泄。这样他没在爆创，跑出充满正能量的翻译过后就是：我的终极目标是跟自己和平相处，我有远大的梦，我值得过我爱过的人生，且让这爱发光发热吧。迎回来 online， 身做好事啊，可说好话呀，心存好念呐、啊！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